西南石油局部署在四川乐山市的金石 103HF 探井日前获得稳定的高产工业气流，日产天然气 25.86 万立方米。通过多井钻探证实，金石103井突破的产层段资源量达3878亿立方米。金石103井高产页岩气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，将为页岩气规模开发由龙马习组单一层系向新区、新层系、新类型领域纵深推进提供有力支撑，助力川渝地区国家天然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建设。十年来，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，建成世界首个7000余米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元坝气田，探明我国首个深层页岩气田威容页岩气田等，累计生产天然气529.5亿立方米。